我现在是等一会儿吗？随时都可以啊。好，反正你们都学下来了嘛。啊，对。五六七走。哦，跳舞是吧？哦，他跳舞跳得好。嗯，先不跳，我跳得好。你看，错，你一个地方，他那个什么东西。它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哒哒哒哒，然后这样转，对，哒哒转，对，这样转，从右往左转，对，然后手是这样的往下的，对，转完以后，然后直接就这样 ，OK OK， 那我们一起数着拍子来吗？因为位置啥的，行，我得跟你们一块儿。行行行行，然后怕到时候转转了的话，可能会踩到你的手。对对对，这跟我一排的人一定要注意手。哦，这个是在嘴下面的，下巴这个地方的，这个地方几乎都是，就是哪怕有点多，但是都是顺起来的，大爷是直接就是打开就打开了，就不用停在那儿。这一坨的时候就真的是慢慢的，然后连起来绵绵的，就是你们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。 行，我们再顺一下，从哒哒哒，哒哒哒，走了，看，还行吗？哪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哪不舒服吗？哪不舒服？没关系，不舒服的话，我就是看怎么样舒服，是 OK 的。<笑>我前面这个人。 你过来跟我练一下，因为你每次会挡到艺人。从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就是的。噔噔噔啊啊！我是这儿。对，我是我一直找不着你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噔噔噔噔，哈哈。啊啊！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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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我一直为什么找不着你？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噔噔噔噔，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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